勾引双方乱层。先打过这场再说，让我来会会你。让我上场吧。放马过来吧。点击释放绝技。那个家伙是谁？惊涛大哥。我方才……哎呀，志鹏！哎呀，我们先离开吧。自疑红药绕来，先继续向前查探吧。你迟到了，有些事情耽搁。关于我儿子的事，你儿子绝不能离窃中原的鬼。我先走了。一定要打败这些贼人，我也来帮忙，我会站在后面从旁协助，齐心协力一起上吧。林将军，你可恶，可能是被惊涛的。怎么会？有一个阴冷的黑衣人。不想这岛上便是天华军。那林将军可如果我没猜。去招募新侠客吧，使用招募令。究竟会是谁呢？连城边生擒，啊，是新的侠客。您不知倾国与倾城，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。长按升级，为侠派穿上装备吧，继续挑战吧。人应该就在前面，不必找了。少侠，少侠何必？还不快快交代，可别太得意了哟。而且你乃是天煞，怪不得你爹听说你要。横山暗涌，前两句最怕是连贵公子自。混账，那你也得谢。不好了。什么？像是天华君，我会通知岛上最好的郎中。
我还好。天华君乃是这些暂且不提，他担心你出的可算找到。起来，若不是那个人，你也该告诉我彭山这鬼谷老头。好，那鬼谷先生的岛主大人，没想到这趟中原天地也好。擅长正面攻击，所以最好让我站在前排。铜钱，你也被我迷住。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。嚯！零零妙音永难。我擅长正面攻击，所以最好让我站在前排。我擅长用音律攻击敌人。我的歌声能够治愈我方友军。战位，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。想活命吗？
跟。少侠，少侠。我擅长正面攻击，寒冰凌冽，一如人心难防。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。相火琴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我擅长正面攻击，绝不退缩。我们都拥有最美好的祝愿。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。